好像听不见声音了。好，现在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听到吗？好，可以了，Amen。好的，感谢主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圣经之旅。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进入我们的尼希米记。那刚才讲到我们中断了两周，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这个一会儿也是帮大家再稍微把前面的内容呢，我可以再帮大家再概括一下。Amen。对，那在那之前呢，也许我们先唱一首诗歌啊，我们来操练我们的灵。Amen。我们来唱补充本927首。新耶路撒冷的构成，补充本927首，阿门。事实上就这里面就讲到我们的内在是要被变化的。对，那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二次这个读经，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站哈。那因为前面隔了一段时间，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边是在预备冬季要来的冬季训练，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进入这个恢复的三本历史书哈，就是进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下一周的以斯帖记。那这就讲到呢，以色列这些人呢被掳之后呢，有几次的归回。首先第一次我们讲到是在所罗巴伯君王的带领下的归回，就是因着需要治理，所以有一个君王带领他们归回。那后面呢就讲到以斯拉，就带他们有一次归回。那以斯拉是经学家，对不对？他呢就是懂神的律法，所以他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回去之后呢，就向他们重申神的律法。那这就后来我们就进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尼希米就很有特点的一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平民，是一个酒政啊。对。但是呢，他因着他这个人啊，也是一个被神所大用的一个人啊。他是对这个神的这个在恢复啊，
圣殿圣城的重建啊非常有负担，所以他领受了这个负担呢，他就带着一些以色列人啊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城。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这个圣经之旅啊我们走过的那一部分内容啊。那回去了之后呢，就来到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就是这些人虽然回去了，但是呢他们里面呢还需要被变化，他们里面呢还需要被重新构成，才能让像我们诗歌唱的才能构成新耶路撒冷。那这个重新的构成要借着什么呢？也是要借着神的话。是的，对。所以今天我们呢就来游览这一部分的这个景点，也就是讲到啊神的子民被重新构成的这部分。那后面呢我们就请我们 TK 弟兄啊带我们游览这个景点。好嘞。那我开始之前呢，因为刚刚报告的时候忘了报告一点啊，就是我们那个下一年的这个50块吃到饱的那个可以登记了哈啊，就是诚心啊，可以向 Lisa 姊妹或者是以往姊妹登记哈，姐妹。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四站尼希米记哈。那这一站呢？是接续上一周Michael 弟兄帮我们讲到的这个重建圣殿之后圣城之后，然后这个是神选民的国重新构成。Amen. Amen. 那刚刚这个弟兄帮我们过了一下刚那个这个上一周的情形哈。那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在尼希米呢在所罗巴伯跟尼希米呢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回归这个以色列这个地以后，是然后呢然后他们需要这个城殿也建起来了，城也建起来了，是那之后呢，但是呢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在他选民中间呢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对 ，Amen。为什么呢？要见证他，见证神啊。是。所以，我们这一天呢，我们就来着重就在看他怎么样来怎么样来这个恢复这些选民，然后怎么样来做见证啊。是。那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的情形啊，是以色列在这个埃及啊，是住了400多年啊。然后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经过旷野哈，然后呢，又在这个又进入这个美地哈，进入这要在又结果又经过了这么多的背叛以后哈，所以在巴比伦那边过了70年以后，才又回归到神应许的地哈，所以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是掺杂了很多的以色列的文化。还有那个巴比伦还有甚至迦南人的这个文化因为他们都在里面这个通婚啊，然后都掺杂了这些文化。那我们的神的城是神的殿是建起来了，神的城是建起来了，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把这个人的心啊，人的这个掺杂怎么样能够再重新有一个重建对，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周要来讲的哈。那如何来重建呢？如何来重新构成呢？那我们这个刚刚讲到的以色列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哈，那如何来重建啊？我们就是要来参加冬季训练 ，Amen。好，对 ，Amen。那他们呢也是一样哈。他们也是要来 也是看他们是怎么样被重新构成哈。我们就看到他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来到神的话的面前啊，来到神就是神的面前啊。好，然后借着这个神的律法，那来到神，首先就是先要借着他的话，借着他这个神自己来到他的面前。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要清楚认罪并与神立约。那第三个点呢在就是要洁净百姓，因为当时的掺杂所以需要洁净。
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整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哈。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读，我们会接下来读几个经节。那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些部分哈。这是我们这一篇的一个主要的纲题哈。是 ，Amen。好，那我们知道说这边我先大概一下读就。最主要说我们要如何被重新构成呢，就是要来吃喝主，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呢出埃及呢进入旷野要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进入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那以弗所书也讲到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里面，你们那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对，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哇，你们。然后马太福音讲到，你们要悔改，因为主天的国已经近了。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Amen。 这里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一条路，一条怎么样被重新构成。 Amen。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一些读，这里面有两个 slide， 两个 slide 一些经节，第八章的经节，我们可不可以请这边的四位弟兄帮我们念一下，一人读两节好不好？ Amen。 众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经学家以斯拉将摩西的律法书带来。这律法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遵守的。阿门。再一次。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男女会众，并一切听到能明白的人面前。Amen。 他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并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念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Amen。 是以斯拉颂赞耶和华至大的神。阿们。阿们。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是，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对。好，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米、雅古、沙比泰、赫蒂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拔、哈南、比莱亚和利未人帮助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第八节，他们念神的律法书，解释并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经学家以斯拉，并帮助百姓明白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不要作声，因今日是圣日，也不要忧愁。忧愁。我们一起念下吧。众民又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块，因为他们明白所指示他们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两节呢，回到刚刚这个第八章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尼西米呢是请了这个经学家以斯拉，让他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跟以色列人重新讲了，就是跟他们讲了一些东西这样子。
那这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呢，也就是神的话啊，神的律法是表神自己啊，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让这个以色列人能够知道。那另外这些也有一些啊、也有一些啊、另外有些这些经学家、祭司呢，也都到人百姓中间哈、啊、去帮忙帮助百姓去明白这个律法，让他们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哈、啊。嗯，那也最后这个。也告诉他们，以撒也告诉他们说，要让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打打快乐，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说只是他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首先就是让他们回到神的话面前，回到神面前去，你们。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呢，就看到说他要怎么样、啊、他们是到了有神的话以后呢，就需要向神来清楚有一个认罪哈。Amen.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这边姊妹可以来读，一直读一节好了。那是正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尘土。那以色列的后裔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孽。那日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认罪并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可以看到他在这边真的是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呢，有承认自己的罪，甚至他们列祖的罪，所以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罪。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也是一个慈爱恩典的神，每次我们当我们认罪转回归回神的时候呢，神就会赐恩典，就会接纳哈。好，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再读一人两节好了。然而他们竟不顺从，背叛了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些向他们做见证，要使他们归向你的众申言者，大大亵慢了你，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困迫他们。他们遭困迫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照你的大连续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安息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你就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与赐照你的连续拯救他们。你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行这些，必因这些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你的伸言者众伸言者警戒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各地之民的手中。然而因你丰盛的连续，你没有把他们灭尽，你没有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连续的神。有恩典有连续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伟大有能可畏守约并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申言者、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日子直到今日所遭遇的一切苦难，现在求你不要看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信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行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在你所赐至大的美善中，在你所摆在他们面前这广大肥美的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看哪，我们今天做了奴仆，
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让他们吃其上的果实和美物之地，我们尽在其上做了奴仆。这地的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对，所以这两节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已过读的列王记里面讲到的这些他们的列祖啊，是怎么样的啊离弃神哈、啊，去啊，不只是离弃神，而且去找那个破碎不能盛水的池子哈、啊嗯。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些啊，这些。背弃神的事情、哦啊、都他们在这里呢也真的是、啊、承认他们的认罪、哦、认罪，然后他们承认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不顺服、哦、所以总是神所赐予他们的这个美地呢、啊、如今呢他们不但没有办法承受的享受的美地的一切、啊、反而是在这边做了奴仆、哦、真的把他们自己的替人家做工做事啊，替那些王啊、外邦的王做事，而且还甚至把自己的儿女啊都卖出去做奴仆啊，所以在这边让他们真的是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罪恶哈、啊，是让他们能够回转向神哈、啊。那我们在这里面也讲到说。我们的神啊 是一个恩典和连续的神、啊、是没有其他的，神是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好，阿们。好，那我们就再看、啊、在下一页这边呢，他就说不仅是他们认罪以后啊，他们更是与神立了一个约、啊、对，那这个约呢，他们在就是各就是从这个开始呢，从这个祭司呢，还有他们的首领开始哈、啊，都在这上面做一个立约，然后甚至以色列的一切百姓也都跟着在这上面立约，然后说啊，每人要捐银三。三分之一的舍客勒哈，作为圣殿使用，并且将出熟的果子献上哈，然后十分之一的出产呢，奉献给利未人哈、嗯，这里看到他这样做了一个立约的事情，是吗？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他还有最后一个还要做什么，也是蛮重要的哈，就是要洁净百姓哈，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光景，我一开头也讲到了，这以色列人、啊、是跟外邦的人、啊、有很多的混杂，不只是以色列人百姓而已，甚至连祭司啊、地位人啊，都是跟外邦人这样子通婚、啊、那通婚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接受，就是外这个文化就进来了，是拜偶像就进来了，是这就带进这些一切的罪恶就进来了，对，所以要洁净哈、啊，洁净百姓。那我们可以请弟兄们再读一下啊，一人一节好了。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士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士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革命的方言。Amen， 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我说你们不可将我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些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使他做全以色列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是，
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行这一切大恶，娶外邦女子为妻，行事不忠信，得罪我们的什么？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对，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并玷污了有关祭司职任及立位人的约，这样我就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的食物。对，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洁净百姓的这样的做法，然后也向神祷告哈，纪念这一切，然后也洁净他们，以隔离一切外邦的事物哈。Amen。那最后呢，我们在整本这大概就是这几章的一个内容哈。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尼希米记呢，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这样的一个人物哈，他里面的一个。他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他学习的点哈、哦，那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啊、哦，因为我们看到他这里面呢，虽然提到了三个人物哈、哦，刚刚弟兄也帮我们开头的时候讲到所罗巴伯哈、哦，还有以斯拉哈、哦，然后尼希米哈、哦，对，但是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尼希米啊，是又是特别拔尖的一位哈、啊。他是呢，他讲到他是一个酒政，他并不是什么不是什么王啊，并不是什么祭司的家族出来的哈、啊。但是呢，他是一个，但是他却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是一个喜乐的人。那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看到他在侍奉那个王的时候啊，他侍酒的时候，他面有愁容，王就说：“哎，你这个很特别啊，你这个平常是没有愁容的。”所以就看到他是一个喜乐的人哈、啊。是。那另外呢，他有爱神哈、啊，也爱神在地上权益的人，看他为了神的殿。为着神的地，为着神的城、哦、他这样子放弃这样他的一个这个省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哦、去到那边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是这个甚至自己的生命都会摆上的。那我们也看到他在过程当中是碰到很多的仇敌的攻击的、哦、他不是很顺利的在这过建成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他每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首先的去就是祷告，就是向神，就是来寻求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一直在跟神有交通祷告的人。那他也是一个，他在祷告里面，他也是信靠，完全信靠，而且也相信，很有信心的说神会完成，在完成这个。这个建成的这样建成的这样行为、哦、所以他是信靠神与神施一的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他在讲跟百姓讲这个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也是请这个以斯拉来讲、哦、他也不是自己讲，我相信他可能他自己或许他自己也可以讲，但是我在想他就是一个，他觉得以斯拉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个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在这等等上面，他看到他是一个不自私的哈、也没有野心的一个人，他把这些一切的东西都放下哈、他也不像前面那些他的业主一样这样子的放纵情欲哈、所以真的是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尼希米的。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你们是所以我就大概简单到在这里哈。那我们就下一周呢我们有就是讲到这个以斯帖记哈，那也是我们的一个福音的聚会，那是从11:30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约人一同来参加。阿门。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有一点祷告。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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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伦，我们可以从巴比伦离开，神通外边做并不难。七十年到了，他就能够啊，借着圣灵的祷告，尤其是但以理的祷告，能够把神的子民带回来，满愿意的都可以来。但是外边的巴比伦是离开了，但里边这个构成怎么样去解除？里边是巴比伦的，回来的人就是七十年以后。最早都是七十年以后才回来的，像尼希米这些就是更晚，完全是在巴比伦生，在巴比伦长大。巴比伦就是这帮人的构成。怎样能够被巴比伦从我们里面解除，成为神的建造，成为神的见证？唯有一条路，就是生命的路，生命的话进来。所以后边的所谓的这些啊，解除了。啊，这个重建了，这些通通都认罪了，通通都在于这第一步，就是化进来。所以第一个经节啊，你看第八章啊，是很关键的一章，八章五节啊，他就说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第六节就说呢，以斯拉就颂赞耶和华至大的神。众门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跪于地敬拜耶和华。书卷一展开，众民呢里边呢就能站起来。这是第一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的呀要回到神的话语前。我们自己是无法从巴比伦出来的，人就是我们的构成，唯有养神的话敬拜，所以我们养成这个每日到神话面前的习惯啊，书卷要展开，我们的心就会站起来。巴比伦他是胜不过我们这位主的，他胜过了一切，成为这生命的话，所以我们就只管从一切的情形中转向他的话。这是我们每日每时啊，我们都可以去操练。然后第八节，他们念神的律法书，翻译并讲明意思，是百姓明白所念的。请听啊，不仅是光把书卷展开，他乃是翻译并讲明这话的意思，是百姓能够明白呀。他明白了，下边怎样啊？下边他就知道去认罪了，他就悲哀哭泣啊，就被放在光中了。然后下边呢，就是有耶和华的喜乐。他说不要忧愁，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常常不在神话中的话语的光中，我们是有喜乐，但是我们这个喜乐呀，你就知道它是留不住的，因为不是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环境或者我们人一时的这些喜乐，是，那是真正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那这个呢，需要这个话呢解开，对，它是翻译并讲明。那这个呢，就是更往前一步了。这就为什么现在你看弟兄们的负担呢，就是我们好好的进到解开的话中。是啊，我们的圣经呢是翻译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翻译成今天我们能读的语言，但是也要解开啊，所以要好好的进到生命读经。现在你看这个流啊，就是很清楚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源头。是一周两篇呢，我们在这里实行啊，好好的去进入，还没有进入的呢，现在就进来。这个话是什么？就是把它解开，让我们能够回到光中啊，好让我们真有耶和华的喜乐，真有力量。那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继续往前，他说众民的首领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经学家以斯拉那里，要深入领略律法书上的话，深入领略律法书上的话。下边的结果就是什么？他们进到了祝棚节。前面只是喜乐呀，是力量啊，但是一个最完满的享受，那个预表就是什么？祝棚节啊，一年呢，七个节气中的最后一个，人生的完满呢，要达到这个完满成熟的献上，
享受真正的喜乐，完满的喜乐，那乃是众生解呀。那这个是什么？需要深入领域。弟兄姊妹啊，要一直往前呢。这就为什么我们你看一再的说，冬季训练呢，不是为了外边去做个事情，真的是深入领略神的话呀。你看弟兄们呢，就是把这五本书啊，抓住五个接近的点来。弟兄姊妹啊，我们都读过这些书啊。你想想，你抓哪个十二个点呢？你深入在哪些点上啊？这必须有神的引领来，是这个引领乃是为了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享受众棚节。本身呢、啊，你这一个周啊，分别出来啊，真的就是一个众棚节。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呢、啊，一步一步对神的话呀，啊，进入要往前。让我们的喜乐呀、啊，真的得以保住，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一个团体的彰显。感谢赞美主啊，你们。